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说话大观园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五代南唐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卷本设色，纵 28.7 厘米，横 335.5 厘米，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顾闳中，五代南唐画家，江南人，元宗后主时任画院代诏，工画人物，用笔圆劲，见以方笔转折，设色浓丽，善描摹人物神情意态，与周文举齐名。韩熙载夜宴图是画家唯一传世作品，此图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，如实描摹了南唐重臣韩熙载夜宴宾客的历史情景，细致地描绘了宴会上弹丝吹竹、轻歌艳舞、调笑欢乐的热闹场面，又深入地刻画了主人公超脱不羁、沉郁寡欢的复杂性格。韩熙载，字叔岩，北海今山东潍坊人，唐末进士，是一位北方贵族。年轻时在经洛一带极负盛名，因战乱南逃，被南唐朝廷留用。后主李煜继位时，南唐国势不振，而北方的宋王朝则迅速崛起。李煜对自己小朝廷的存亡忧虑不安，韩熙载为避免后主的猜疑，以声色为韬晦之所，每每夜宴红开，与宾客纵情西游。此图以韩熙载为中心，分听琴、关舞、鉴息、清吹及宴散五段，完整再现了韩府夜宴的全过程。每段以屏风隔扇加以分隔，又巧妙地相互连结，场景显得统一完整，布局有起有伏，情节有张有弛，人物刻画生动传神，画面线条准确流畅，工细灵动，充满表现力，设色功力雅致，且富于层次感，神韵独出。无论造型、用笔、设色各方面，都显示了画家的深厚功力和高超的绘画技艺。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，请欣赏完整作品。